再次收看大法鼓节目。在上一集里呢，师父详细我们介绍了大普化教育以及实践大普化教育的方法，也就是要透过种种的方式来净化感化人性。那么大关怀教育，也就是说从胎儿一直到死亡的关怀，又是如何做到呢？那我们继续来请教圣严法师。师父您好。大家好。哎，师父，你也曾经给我们简略的介绍了您所谓大关怀教育的这种想法啊。那么从胎儿到出生，这包括了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那么这么多的这种关怀，这么多层面的关怀啊，确实是很难做到。那么我们法鼓山是如何来实践它？我也不是说所有的工作我们全都来了，全部做到了，不可能的。我们只是提出一个理念，我们只是提出一个方向，或者是提出一些方法，或者提出一些方案。我们的心胸要大，是全面的要做到关怀，但是实际上我们不可能呢，所有的关怀工作我们法鼓山都做，或者是让我们全部做完，这绝对不可能的事。我们只是说希望我们这个社会啊，每一个人在每一个时段都需要关怀的。往往啊，我也给我的弟子们说，我说师父在关怀你们诸位，你们猜猜看，师父要不要你们关怀呢？大家说，哎，师父也要我们关怀。那表示说这个人呢，人又互相得关怀到，并不是单向的，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子关怀人，不是被人关怀。在这关怀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一句话或者是一个表情或者是一个动作，那就是个关怀嘛。这要存着一个关怀的心。还有呢，我为什么叫做大关怀教育呢？就是说每一个人都需要关怀，我呼吁大家，每一个人大家关怀人另外一个人，或者是每一个人关怀你能够关怀的几个人呢，都关怀一些。那这个叫做大关怀教育，并不是叫我们法鼓山整体全部把所有的工作全部我们包了，这绝对不可能的，一个人做不到的。这是说提倡或者呼吁大家应该要做一些做关怀的教育。比如说我们现在呀办的一些活动，我们都是希望产生一些种子的功能。比如说我办的一个社会精英禅修营，是只有三天。其实陈小姐，我也参加过了，是，你收获很多。对呀、啊，如果你不参加的话，你可能我们这个大法鼓节目你也不会来主持，也不会成为一个佛教徒。对，也可能是这个样子。是，那我们这个也叫社会精英禅山或者社会精英禅修营，我都是呢管理层次的人，或者是呢在对社会啊有比较影响力大的人这至少影响几十个人或者几百个人，那这几万人呢，那这几十万人的这些人呢，我请他们来参加这三天的时间，给他们呢一些观念上的调整。那么这些人都是非常自视非常高的，都不是相当有自己的见解和看法，定见很深的人，定见很深，不是啊。一般说是失魂落魄的人，需要求助的人，他们这些人都不是需要求帮助的人。那我请他们来上山，来参加我的禅修。那参加我的禅修的时候，三天过了以后啊，他们的观念呢，大概多半会改。对，就他们的扭转他们的观念，那对他们自己是太有用了。对，这一点我可以证明。那么这个人生观的改变，那对于这个社会的想法和价值的判断又不一样，因此呢，对家庭、对他事业都是正面的，对社会他们就产生了相当大的一种影响力。不是说来扶持我们，来给我们钱，没有，他们多半人都不给我们，没有给我们钱。但是呢，他们很这个认同我们法鼓山的理念的话，那就是我们法鼓山的收获。他们对社会有贡献，那就是我们法鼓山的关怀教育就完成了。是，那么这种人，他们自己为他们的公司，为社会的推出的产品，能够
就是为社会着想，为其为我们这个其他的人着想，那这个我们这个关怀教育就完成了，而且产生蛮大的影响力了。所以像这样子的一种关怀呢，我们是在做。另外呢，我们具体的推动的有两个项目啊，一个叫做始安，一个叫始环，是，那都是属于大关怀教育里面做的活动嘛。那四环师傅曾经讲过了，礼仪的环保，是不是其他的还跟我们说明一下？那个四安我先说明一下，四安呢就是有这个安心、安身、安家、安逸，这个四安。那么另外呢，我们推出一个四环的运动，是，那就是心灵环保，是，礼仪环保，生活环保，自然环保，那么自然环保就是自然环境的环保。那么一般的我们一般社会啊观念里边这两种就是生活里边少制造垃圾，大家都知道，那就是这个我们叫生活环保。另外一种呢，不要破坏自然资源，不要破坏自然环境，不要破坏自然环境，不要破坏自然生态。那么这个大家也知道，可是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呢，如果你的观念没有改变呢，就是新的观念，这个人的对价值的判断没有弄清楚的话，仅仅叫你这个生活要有环保，那可能呢只一个生活里边的环境弄得干干净净，可能隔壁的人，你可能就是把你的垃圾，把你家里的什么东西丢到隔壁去你自己的田里面弄得好好的，可能你把你田里的东西丢到隔壁的田里去，那这将这自然环境的生态保护的话，可能是这是一个口号了。很多的人都为了自己的利益啊，是就是破坏自然环境。对，这垃圾场不要建在我家，可是可以，我们把垃圾丢到你家好了。对对，不要。把那个垃圾山呢放到我们这个附近，我们这个社区，这个社区，到其他的社区去好了。那么像这种观念，那就不是整体的。那我现在把这个四种环保结合在一起啊，那就是真正的彻底的一种环保工作，这也是我们叫做大关怀教育里面的一环。是，非常谢谢师傅开示。也欢迎您在下一集里面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告诉我们所谓的大关怀教育包括了四安跟四环，那么四环里面呢有心灵的环保、礼仪的环保、生活的环保以及自然的环保。而我们也都知道最近以来呢，无论国内外都是天灾人祸不断，这跟这四大环保之间有什么关系？我们如何借四环来减少这些灾难事件呢？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严法师。师父您好。陈小姐。是，师父，为了这个国内外天灾人祸不断呢，大家都是人心惶惶。那么您认为这个原因是什么？不管是天灾人祸，都跟我们人有关系，都跟我们人的行为有关系。一个是我们的这观念有问题，另外一个呢我们的行动有问题。所以从历史上来看呢，那古代的天灾人祸跟现代人的天灾人祸有一点不大一样，当然还是有水啊、有火啊、有风啊、有地震啊这些问题但是呢现象有点不大一样的那古代的人造的业跟现代人造的业不大一样，古代的人破坏自然呢，跟现代的人破坏自然大概没有办法相比的。是，也可以说古代的人根本没有办法破坏自然，这个古代的人他们用的技巧是科技根本没有，用的技巧要破坏自然，这个是没办法，不可能的。当然也有了，像这个大禹治水，那他就是这个因势利导，把那个水输到
这个海里面去啊，那不是破坏自然，那是呢硬势力道啊，把那个这个自然的现象给它推波助澜的往下去啊，这个是这个不是破坏，而是呢成全它。可是现在的人呢，叫做人定胜天呢，就是相信人的智慧、人的技巧，就能够啊克服天然的许多的问题。因此呢，希望人改变自然，用人为的方法来改变自然，结果呢是破坏了自然。我们也知道很清楚，比如说这个巴西那边热带的雨林的破坏，以及印尼的热带雨林以及呢森林的破坏，那这些都会造成了我们这个气候的呀这个失调。还有那我们现在人呢都用人工的来做什么，人工的来做什么，样样都用人工的。当然我们人类呢因此而得到了很多很多的便利，在物质上面呢得到了很多很多的呀这个这个享受，但是呢也失去了很多很多的呀保障，就是安全的保障啊就失去了。不是我们呢要求保障就能保障的，因为破坏这一部分呢自己就是要得到报应的。这个很多人说这就是大地啊来给反扑了啊，大地给我们的反扑。那这个问题不一定是大地啊，整个的自然气候啊就是一种反应嘛，这个是自作自受，在人的心的观念的问题造成了行为的问题，行为的问题造成了我们自然的问题，自然的问题回过来又变成了我们自己的问题，也带来我们这个人类带来为人类带来灾难了。那这个有一些自然现象人家都弄不清楚为什么，嘿，天跟过去不一样了，这个自然环境跟过去不一样了，其实不稀奇吧，因为我们自己的人呢这个人心观念就不一样了，还有把那个把我们的自然环境给它调整了，我们叫它调整，叫它创造，叫它改善，结果是破坏的。那破坏了以后，那这个自然环境就会也会反扑哦。那么因此呢，人深受其害，这个是正常的现象嘛。因此呢，有人问我，这个很多的天灾人祸啊，是怎么办呢？是不是就是祈祷一下就好了，做几个法会就好了？我说当然咯，做法会是有一点用的啦，这个可是呢不要仅仅是做法会那个迷信嘛，人心就是说求法会就好，那是靠天吃饭。我们中国人常常讲过这样的话，自助而人助，人助而天助，这个是才是天经地义的。这个从佛法的原则来讲，是从人的心的转变或改善，观念的转变和改善，才能够啊使得其他的人呢能够对我们友善，然后呢我们人和天也对我们呢有所回馈。如果我们的人自己的观念有问题，人与人之间呢是斗争，人与人之间失去和谐，那天也会来惩罚我们，这叫天罚。天法不要想到这是一个什么神啊，一个什么大力的一个什么一个主宰者啊来惩罚我们，不一定要这样子想。从佛法的立场讲，是自作自受，因缘和合，我们自己造了什么因，造什么因就是得什么果。是，因此呢往往有一些是不明白原因的这个自然现象发生，或者是人间的就是灾难的出现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的人怪这个，有的人怪那一个，追究责任，追究那个责任，追究这个责任。当然人为的疏疏是有了，但是不能够说某一些仅仅少数的几个人的责任呢，应该是共同的，整个环境大家的责任呢。少数的人这是在政务上的疏忽是可能的，但是呢整个的环境的宇宙的现象的发生，不是少数的人来控制来影响的，而是整个环境的。这是从我的
一个观点，从佛法的观点来讲啊，应该全民全人类的观念改变，我们的环境改变，我们自然的环境就能回馈给我们呢，保佑我们平安了啊。这个呢是最可靠的，所以说我们提倡的这四环运动啊，才是真正的能够为人间呢、啊、真正祈福、真正造福的一种彻底的，就是真本清源的方法。是，非常谢谢师父开示，也非常欢迎您在下一集里面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我们说，近年以来国内外的天灾人祸不断，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人心、人的观念以及人的行为产生了偏差。所以正本清源之道呢，就是要积极的推动法鼓山所提倡的四环运动。那么在这集里呢，我们要继续来请教圣严法师，四环运动它具体的含义和内容是什么？师父您好。陈小姐好。是，师父您上一集啊大致为我们说明了四环运动是哪四环，也就是说这个礼仪的环保、心灵的环保、生活的环保以及自然的环保。可是它每一项具体的内容啊，是不是也可以请师父跟我们详细的给我们说明一下？大致上讲呢，心灵环保，就是人的观念的改变，这个很难，很不容易的。这个有的人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这个性格难改，观念更难改啊。多半的人都有自己的一种啊先入为主，或者是出足入奴这种观念啊，总认为自己的想法这是对的。已经几十年了，或者是自己已经呢就这样子慢慢的形成这样子的想法，要改变一个人的观念是相当难的。他总是认为自己的观念是正确的，一定是这样子。甚至于那一些犯罪的人，他们以为他们的观念还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这是一种潜移默化，不能够用说教的方式，用说教的方式来说服人家，可能不容易。那我们这是从用关怀的方式达成教育的目的，是这样子的。因此，关怀跟教育啊，是互动的。那这是不是可以说是一种身教？我去关怀你，然后透过我的关怀的举动，你可以学到一些什么？是这个样子，是身教啊。但是呢，一个如果说是这个学校教育的话，也要做到这个老师的身教，何况我们所谓大关怀的一种教育啊，那一定是啊。是从这个人的品性啊，人的道德，以及呢你对他的一种关心，他感受到以后，他的观念会转变。比如说有人呢参加我们的互动的时候，我们看对象的人，我们有一些对象来的时候啊，我们就是对他们服务的无微不至，照顾的无微不至，思想的无微不至，让他们感觉上为什么这些人这一群人对我们这么好。我就告诉他们很简单，就是说让你们来学习一下如何的关怀人，如何的为人设想，如何的把一个人照顾到他自己心里觉得心里很高兴，无微不至、无微不至、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你回去的时候你也会影响人的。如果你也有这样子的态度，也有这样子的心量，也有这样子的这种做法，那你也能够得到人家的这个认同。所以说呢，这个关怀教育啊，大关怀教育主要的还是用人的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啊，不是仅仅是用嘴巴告诉他要怎么样要怎么样，还有呢并不是仅仅是用书本写的告诉人家你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啊。很多人现在总是觉得要宣传，用口头的宣传，用文字的宣传，用一种透过什么媒体的宣传，这个有用不是没有用啊，但是呢还不如用这个身教，这个身体力行，以身作则，以身示范，那这样子的话呢更能够得到人家的认同。
所以我们这个这是心灵环保的。哎，所以说关怀教育主要的是从观念的改变，那观念的改变就是我们叫心灵环保。心灵环保一定是从自己做起。我常常问我的弟子们，也就问我的学生们，我说提升人的品质究竟提升谁的品质？大家说，哎，我们用佛法的观念来提升人的品质，我说你绝对错误的。一定呢要用佛法的观念、佛教的方法、佛法的方法来提升自己的品质，改善自己，改变自己，来迎合他人，来适应他人，不是叫人家适应我，而是要我们适应人。人家需求的需要的是什么，我们呢就适应人，并不是叫人家适应我们的。用这种方式的话，你的自己的人品提升一定会提升的，这个越来越好。那你的人品提升，自己的提升以后呢，人家会受到影响，也会跟着你跑。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在关怀大关怀教育里面的是一个重点啊。有许多的人就是观念是转不过来的时候啊，他好像是已经走到绝境，那我们就疏导他，告诉他，我常常用故事或者是用我个人，我说我个人常常遇到困难，常常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我有这么几句话啊、哦，我是常常劝勉人的，我说这个世界上的事啊，往往呢不如意的事十常八九，你要希望这个环境改变适应你，这种可能性有，这个呢这个十分之二，一二，其他的都不可能这个如你所愿。是，那么因此呢，我觉得我说这个就是不如意，也觉得是觉得是很好嘛。另外呢，我就告诉用这提出一个观念，我说呢这个山不转路转，路不转呢人转，如果有人强制你的，你这个人都不能转，你的心要转，你的观念转，想法转，就是在最绝望的时候啊，你还存着无限的希望。这个你的心没有办法人家控制你的，你无限的希望是什么，那就是一个价值的判断的问题。马上死了你还有什么价值，马上死了也有价值，看看你死的值得不值得。如果死的觉得死得其所，这个那也是很好啊。那我们就是说从观念的转变呢，是以整个来影响人的，那么这个叫大关怀教育啊。是，我想在下一集再讲。 是非常谢谢师父开示。那么师父谈到就是提升人的品质要从自己做起，而改变心灵呢就是一个最好的方法。也欢迎你在下一集里面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